criticized. So many cases of public interest awaiting f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s the Prime Minister concerned? Is Speak More concerned? I say, because our Prime Minister recently seem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forming 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RCI. 我们的左相最近好像对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啊，特别的有兴趣，因为在3月21号，在吉隆坡的那个 V 不是 VIP， 也不是 BDIP， 是 VDVIP 的顶级馆呐，塔克萨，哦，以前是很贵重的地方，在那边在3月21号有这个。 色情录影带的表演啊！当时只有报界的特别的人物啊被邀请去看，哇，21分钟是22分钟。假使那个卡科萨的色情录影带，他们所攻击的目标是首相。 可是不首相，你以为能够做吗？能够吗？能够在那边爆出来吗？警察不会采取行动，早早就到了的喽。我看早早被抓，去吃咖喱饭了的喽。但是因为他们是用哦，这个是反对党这个领袖啊，是安华伊布拉欣嘛。所以，现到现在，到现在那三位大都地。 打斗地，过后发生三个人，三个打斗地，泰国打斗，知道？一个是拉黑达比奇，大家知道谁是拉黑达比奇对不对？知道吗？拉黑达比奇，昨天管理你来啊，你们应该到谁是拉黑达比奇了？还有一个是打斗SK，还有一个是徐拉黑。 他们承认他们做的，他们录音带他们播的，3个礼拜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逮捕？因为你是犯法的，大家都知道是犯法的，对不对？为什么三个打斗还没有被逮捕，还没有被控告，还没有给他们去吃咖喱饭一下？所以，谢谢要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调查，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三个大都还自由自在？但是他说要调查，要调查那个录影带是啊某某人是谁呀、啊？虽然大家都已经看得清楚，安华发现也否认，很多人看了都不是安华发现，这个是在做戏呀、啊，有人在做戏。 但是重要的是，为什么犯法的事件能够发生？这些他们不哪里不关心，不关心这样子调查，好像如密阿赞，2014年31岁而已的年轻有为的有负责任感的环保的部门的调查官员，在 SDA 那边九楼跌下来的冤案，不管。 就是关心怎样子要来对付反对党的意见。I challenge Najib, he's coming tomorrow. He's coming tomorrow and next week, cabinet ada mesyuarat. Tak perlu mesyuarat. Lebih penting buat Sarawak election. Najib and that cabinet coming to Sarawak to fight the Sarawak election. Prime Minister also doesn't want to get out his duty already because Sarawak is so important. I challenge Najib when he comes tomorrow, he talk about want to form a Royal Commission inquiry. Form a Royal Commission inquiry to reopen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Rumi Hassan 7 years ago. How did he die? The Sarawak King of India. Otherwise, what for he come? What for he come? So that's wh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election. 这个很重要的大选，不是对白毛
三年前甚至大海啸在马来西亚的12届大选，我正五个州倒台，在吉安丹、在吉巴、在雪兰莪、在霹雳州在比赛，过后当然霹雳州给他们打抢回去了，而且最大的枪炮就是拿进，因为他布置整个阴谋抢霹雳州的抢回去，但是我们也相信。 来接大选，年年人都在批斗，拿回政权。2008甚至大海啸，3年前国会第一次失去了，国政失去了三分二的多数票。以前呢，杜立57年到2008年，他们要改宪法，为所欲为。 今晚想做改，明天早上就可以改，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三分二的多数票，不同的国会议员跟其他的鬼类的政党的国会议员，只是听巫统的话，巫统政治霸权，巫统说什么，做事他们不敢。 做不是，但是2008年过后，巫统国政不敢想要改宪法，因为要改宪法，他们要得到行动党、公正党、回教党的同意，我们不同意，他们不能够改宪法。现在大家再看，来届大选第13届大选。 到底，到处，起码你去，每个都问两个问题，包括在长老院。来，到新的政治局势，新的政治的版图，来接大选，做的话，明年能够不能够执政？第二个问题，更加重要的就是，在13届的大选，明年能够不能够迈向不成？ 改朝换代，给那些有一个机会做反对党领袖，给安华马来西亚第7届的马来西亚的总将，这个巴士拉米波罗蒂。 Tiga tahun lalu, sekarang adalah satu dinamik dan skenario politik yang baru di tanah air kita. Di setiap negeri, soalan ialah sama ada Pakatan Rakyat boleh ambil kuasa. Dan kedua, sama ada dalam 13 general election, Pakatan Rakyat boleh berjaya memerintah di Putrajaya supaya Najib menjadi ketua pembangkang. Dan Anwar Ibrahim menjadi Perdana Menteri. Politiknya itu Malaysia. Kuan Jian itu di Sarawak dan Sabah. Kerana mereka Sarawak dan Sabah tanggung apa? Tanggung apa? 阶级存款，Great politics is an insult, is a humiliation. Why should the people of Sarawak and the people of Sabah be the victim for this for corrupt, rotten and decadent Barisan Nasional? So this, 17号的、16号的大选，我们要一箭双雕。 第一条是什么？白毛。第一条是什么？白毛。白毛。要白毛斗，要白毛刀。第二条。金刚狼啊！要团结，坚信点哪届走向？3年前的整个大海啸。 到5个州，在来届大选，沙拉越的人民配合。
不然的话，那些不只是要来副首相来，所有的部长明天开始来到这个礼拜到投票来参加竞选。马来三个月的，四十八年的大选发生过吗？没有。有发生过吗？没有。没有发生过的，因为看到你们没有来，Miri的人民这样有正义感，他们也害怕呀，知道吗？ 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在这四天，在米里、在古晋、在苏武，我做完在平都路、在热布、在平塘沟，我希望相信其他的地方，人潮空前的，人潮要改变，民心思变，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太自信，不可以太自信，因为很坚毅的。 很困难的，就是在面临着三个选区，加上十二天不足，不容易打的，对不对？容易打吗？不容易。容易打吗？不容易。加上，十二天能够胜吗？能。能够不能够？ 一百八千啊！我看到现在还是第二个白毛占优势啊，对不对？还是。对啊，占优势。Doctor 占优势啊，对不对？他是。 是否今天到四月号一个礼拜，我们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追上，能够赢，当然要看Miri人民的People's Power，Democracy，Democracy，Democracy。